要这样吃才好吃吗？这不能剁吗？这样才好，这样才好卖。有那种解剖，但是那是我们看了觉得很残忍。不是啦，有的人可能看了不敢吃。就是你这样。我是说，如果美国人看了，肯定没敢吃。哎，美国也是卖一只就很好吃呀、啊！你去美 Costco 这样啊，也是这样呀、啊。但是，但你要去想，他们火鸡也是这样、啊。请问一下哈、哦，你想想看，他们不是有在野外露营，都还插一只杆子伸进去，然后架在火炉上头吗？哎，但是他们看到什么什么虾子，那个是活的、啊，什么章鱼有头也不敢吃，活的那个不要啊、看到鱼有头也不敢吃。不会了，因为他们没有吃过啦。大一点，弄小一点。那这些吧，这些的看看。这些的，我是在想要剥小块一点，还是剥大块？没啦，这菜啦，你要吃的人，你就对啦，你要吃的人，你就给吃落去啦。这叫做大解八块，大卸八块。鸡胸啊，也是要剥。这个鸡胸有点好。算对，有的还是。鸡算大。好，就不要动它，先吃吧。那你再过来剥啊。形状吧，放这里。咻咻咻咻！好。造出帽。应该可以，可以。完美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吃了，可以吃了，可以了吗？我们要吃喽，不要再拍喽，我直接炖，弄这里。